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奥。还记得上一次我玩的那个 What Animal 吗？我不知道要怎么问你了。What Animal？ 哎，随便了 ，whatever。那么就现在我又在重玩一次，但是呢，到这个照相机之前呢，其实有那个，其实昨天玩的时候是没有音乐的，今天玩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了音乐。现在呢也是到了相机这边，我们直接从这边开始好了。一样的，它有赖。哎，现在我没有按哦，它现在都是在自动的走着。什么？这是火炉是吗？是不是煤气？是煤气炉吧？然后水哦。所以说这个女生是在密室自杀的啊，真的是。但是她背影怎么好像跟那个完全不一样呢？用煤气炉自杀，用煤气炉，然后用盐水让自己自杀。这个照片，这个不对，这个应该是摄像，拍摄当时那个所发生的那一件事情吧，应该是这样子。这么这个到底要干嘛呢？哦，好像刚才看到的意愿是一模一样的。这应该是一个自杀现场吧，我觉得是。但是好像还没有什么诡异的地方，现在目前为止，因为他们现在都在帮他做急救这样子。但是跟那之前看到的那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是长头发，这个是短头发的。是，哇，这是在干嘛？我最怕这种东西，是我最怕的。干嘛呢？哦。割手腕自杀，所以这个人是有自虐狂的现象吗？但是这里好多病人哦，还没完吗？现在好像只是在……哦，这个是其中一个片段。好像在看影片哦，真的是在看影片哦。因为我刚才现在说没有动，它就会自动的跑这些东西是吧？哎，完了。怎么突然有人呢？完了是吗？这应该是坐轮椅的吧？这样就结束了是吗？我只看到这个而已，他有他的复式呢？有什么东西吗？有，诶？哦，嗯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我对号了，啊，第一part终于完了，原来第一part就只是这样而已，其实还没什么特别的吧，这个暗网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想表达的是什么，我完全不明白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就这样子呢，他会回到第一面吗？我还是要按到你才可以继续第二个吧。
不懂，应该是还是要回到那边才可以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直接进入第二关了。